各位亲爱的贵宾，现在由国立台东大学音乐系郭美女主任以及廖克绍老师带领的萨克斯风快闪团为我们带来三首曲目的演出。台东音乐系快闪团成立两年以来，目前已经有12个快闪团，包含弦乐亭、弦乐团、竖笛团、长笛团等。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第一首《快乐触榜》。到东海岸各乡镇以及台东市各角落都能听到他们演奏的美妙音乐。现在请再以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第二首《草庙两个缸》。
将为我们带来第三首《来去台东》。这首歌是音乐系为台东乡亲特别改编的演奏曲。现在再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最后一首。感谢贵宾们对于台东大学的支持，在公务繁忙之际莅临会场参与台东大学产学创新园区揭牌典礼。